2018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香港站，入云龙董文飞领衔中国勇士战队，陈氏搏击天团全家上阵，陈启迪、陈启聪、陈启轩三兄弟携手出征。2018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香港站正在播出。我是王俊玉，我是朱琼，大家好，我是孙德全，我是胡正，我是张兰佩，我们是陈氏搏击天团，我是大哥陈启迪，我是大侠吴凯先，我是二弟陈启聪，我是三弟陈启轩。你的晚安，跟我请升温。我们是征战世界的中国勇士。2018年11月，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第五次走进香港。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拳王陈启迪在不久前的国庆节和香港女拳王胡凯欣喜结连理。本次比赛，他携妻子胡凯欣、二弟陈启聪、三弟陈启轩组成了陈氏搏击天团，强势加入中国勇士战队，迎接各国高手的挑战。武林风香港站，全家一起上阵，全力出击，加油！59.90，体重过。胡正。好，看吧。64.90，体重过。好，是。Yes。74.70，体重过。74.95，体重过。47.70，体重过。第一，有效击中的次数有明显击打效果，有清晰位移，有击打声音。And no clinching, it means you cannot with your two hands control the fighter, your opponent. 不用头攻击，不用用针。仲啊，唔俾用雙手箍頸。超高，謝謝。這個香蕉吃力特別凶，真的。哎呦，特別凶。太害羞了。这个部分我来，他有很长的那个开幕礼，开幕礼完了之后才
开幕礼是他们做的，对吧？对对对。然后我们上场，然后我们上场奏国歌。这是我们第五次来香港了，对啊。您为什么会连续的五年选择和武林风合作办这个赛事？因为武林风是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而且我们负责都是在香港、台湾、澳门最具影响力的，所以还有我们是共同的理想，就是为荣耀而建，为理想而建的。我们已经是第五次来举办这个比赛了，每次我们的选手打得都很精彩，观众都很踊跃。从这里边呢，也看到我们江福德师傅为了弘扬中华武术，为了香港武术事业发展做出的这么大的贡献。在这里呢，我要祝福我们的福德拳馆越办越好，也祝今天的比赛圆满成功，谢谢。武林风负责共同的理想，就是为荣耀而建，为理想而建的。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国香港湾仔休顿体育馆 WA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香港的朋友大家好，每一次来都倍感亲切，在这里由衷的要感谢香港所有的朋友们长期以来对武林风的支持和厚爱，衷心的感谢大家。那么在精彩的赛事正式开始之前，我们要来进行今晚大赛简单而隆重的开幕仪式。首先欢迎主办单位上台，欢迎富德国际搏击联盟赛事策划人林楚明先生，富德国际搏击联盟会长翁灿林先生，富德国际搏击联盟创办人张富德师傅，以及河南卫视武林风制片人总导演于雷先生。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今晚要在擂台上奋战的拳手们上台。首先欢迎中国拳手董文辉、张兰佩、王俊玉、吴震、朱琼。接下来欢迎东道主中国香港拳手姓常、陈启迪、吴凯欣、陈启聪、陈启轩、林汉奇、吴家志。欢迎中国澳门拳手孙德全。接下来欢迎外队拳手上台，菲律宾伊文迪、巴西马布里、泰国波特康、韦霍丽莎、俄罗斯谢尔盖、路斯兰、马来西亚阿哈迈德、葡萄牙阿纳伊斯、荷兰卡巴。接下来邀请嘉宾一同上台，首先邀请澳门泰拳总会总教练厉建杰先生，武林风创办人、富德国际搏击联盟副主席吴立新先生，云顶星战创办人黄永航先生，富德国际搏击联盟澳门荣誉总监文森祥师傅，富德国际搏击联盟台北荣誉总监邱玉志师傅，以及豪宴集团主席郭穗峰先生。感谢所有与会嘉宾，接下来我们请全场观众起立，奏国歌。
位，现在我宣布，不得同仁堂，武林风，决战天下五，正式开始。多谢各位，多谢。感谢所有与会嘉宾的支持，我们精彩赛事马上开始。这里是中国香港湾仔休顿体育馆 W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接下来一场46公斤级的比赛，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战绩34胜2负，3次 KO 对手。我们掌声有请来自菲律宾的李文帝。Introducing first the blue cannon, Campo Fighting香港富德拳馆。亲爱的朋友们，在搏击界的双子星已经很难得了，在富德拳馆有这样一个搏击三兄弟，可以说是我们中国香港搏击界非常闪光的风景线。今天三兄弟要一同登台，不光他们来了，而且陈门女将也来了，今天一家四口共同来走上擂台，来参加我们同一天的比赛。这个后无来者我不敢说，前无古人是一定的。即将登场的这位是小弟啊，2017年武林风决战天下43公斤级的冠军，2017年香港泰拳冠军争夺战少年组48公斤级的冠军，当前战绩30胜5负，3次 KO 对手。我们掌声有请中国香港陈其轩。Please welcome the red corner, Campo Hong Kong Champion, representing Bhutan Prime Boxing Experience, Jin. 场上裁判李天豪。比赛现在开始。Thank you.
大家好，这里是 W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香港站的比赛现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场46公斤级的比赛，对阵双方分别是来自香港的红方选手陈启轩，今天也是主场作战啊。他的对手是来自菲律宾的伊文迪，这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之前的战绩拿到了36战34胜的恐怖战绩，其中还有3次 KO。 而陈启轩这边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选手，当然他也是陈门三兄弟当中最小的一位啊。但是这位最小的运动员却是年少成名，在2015年的 IFMA 世界业余拳击锦标赛当中，他就拿到了42公斤级少年组的冠军，而一路也是从42打到43，打到45，今天打到了46公斤级，之前也是拿到了很多好的成绩。而今天的这场比赛主场作战，他也是本地选手啊，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打出气势，打出一个好的成绩。本场比赛所使用的规则是香港的 KF1 的规则，那跟我们 WF 武林风在规则上是有一些细节上的不同，比如可以用拳脚肘多方位的来进行攻击，但是如果跟对手在进攻过程当中袭击的话，连续3次之后就要分开。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在比赛过程当中，尤其是进到内围以后，双方的缠斗或者说双方在进攻上会显得更加的犀利。陈启轩在身高跟臂展上还是较对手来讲有一定的优势，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高扫很轻易的就上头了，所以对于尹文迪来讲一定要小心，低扫让对手失去重心了，这个低扫扫得很贼啊。而尹文迪这边今天最大的优势就是他的之前的比赛经验和对比赛节奏的把握，一上来尹文迪打得相当的放松，哦，这样的动作着实是不多见啊！一个低扫已经快失去重心了，又给了一个反身腿。而一上来的第一回合，陈启轩打得还是相对更加冷静一些，防守端做得还不错。对，前手后手接一个前腿的扫踢。第一回合结束，第一个回合结束。在这回合当中，双方来讲打的都比较的轻松，尤其是来自菲律宾的尹文迪，而陈启轩在第一回合主要是以中远距离的扫踢作为自己的进攻模式，而尹文迪这边对于整个比赛节奏的把握来讲做的相对要好很多，就是这个扫踢做得非常的贼，直接踢到了陈启轩的直撑腿。在短暂的局间休息之后，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好的，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其实陈启轩之前在2017年武林风决战天下比赛当中拿到过43公斤级的冠军，他最多的时候呢是打到过48公斤级，拿到了2017香港泰拳冠军争夺战少年组的一个冠军。哦，这样的动作今天尹文迪已经是第二次做了，这连串的进攻非常的好，也打出了陈启轩的气势啊，真是拳怕少壮啊。
好，又是一个前手接后手。对，在步伐上，陈启轩第二回合一上来压得非常的凶，进到内围，双方互给顶膝。又是前手接后手，一进内围，马上顶膝就来了。这是陈启轩作为泰拳手啊，在之前比赛诸多获胜的法宝。叶文迪在连续的进攻底下已经有点着急了，已经开始抱摔了。对，因为进到内围之后，叶文迪的顶膝明显是顶不到对手。正蹬，对，就是这样。第二回合一上来，陈启轩打得相当的主动，而且已经连续三次把对手顶在了篮角边。对，又是前顶。对，自己在臂展上的确有优势，所以拳法上的进攻这轮也打多了，自己的前手接后手，然后马上接扫踢，进攻立体感也上来了。又是进内围的顶膝，裁判还是要把双方给分开。好的，对，就是这样。自己的连续进攻也是让尹文迪只有招架之功，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了。尤其是进到内围以后，尹文迪明显感觉到办法不多，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和陈启轩来抗衡。对，陈启轩的压制感啊，的确有点让尹文迪喘不过气了。这回合明显没有第一回合从容啊，有一个后手的迎击。现在尹文迪这边防守端也出现问题了，尤其是在中远距离的时候，双手几乎已经掉下来了，这对他来说肯定不是个好事。好的，双方第二回到了陈启轩的节奏当中，而一个小将也是在这回合打出了自己的气势，尤其是这样的后手迎击，而且进入到了压制时候，把对手压制到了边角之后的连续进攻，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在篮角和中立角的慢镜头一样，进攻相当的犀利。而中远距离的拳和进到内围之后的顶膝也都全面开花。稍事休息，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好的，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如果我们整体来看一下前两回合呢，第二回合陈启轩应该是妥妥的拿下，所以如果尹文迪想在这一回合能够拿下的话，应该本场比赛获胜的几率也不大，所以应该会有决定性的胜利。又想抱摔了，而且一进入到内围之后，两个人在内围的顶膝啊都是互给，也是争得非常的凶，裁判将双方分开，继续回到比赛当中。高扫，对，陈启轩的压制在这回合依然没有停止，又把对手压到了中立角。裁判又把双方给分开，不愧是吴比迪，陈启迪的弟弟啊，这回合打得相当的有气势。对，陈启轩现在如果想要在内围用顶膝顶到对手的话，的确要把对手给压下来。又是一个前手内围的顶膝，两个人在这回合的内围争得非常的凶，互给顶膝。而伊文迪因为在身高上的劣势，他的顶膝有点顶不到陈启轩。中扫接后手，好的，非常的准啊！这回合的进攻输出不但多，在进攻效率上做的是更好了。又是一个正蹬，后手打到。这回合伊文迪只有招架之功，几乎快没有还手之力了。
又是一个中扫，又到了红角，继续顶对手基辅，对叶文迪发现进入到内围来顶陈启轩不太有用的时候改变了策略，一到内围现在以基辅和打内为主了，刚才是失去了重心被对手推倒，整灯，连续的选法后退之后给低扫，双方在比赛最后的20秒已经开始互拼了，真是拳怕少壮啊！陈启轩到现在依然保持了非常旺盛的体力和精力，精神非常的集中。好的，双方三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基本上延续了第二回合的比赛节奏，还是陷入到了陈启轩的比赛节奏当中，而陈启轩在这个回合自己的进攻方式也是多点开花，既有自己后手迎击的重击，同时一进入到内围之后自己的顶膝还有中远距离的中扫和低扫也都给尹文迪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请两位选手回到擂台中央等待裁判长宣判比赛结果。这个什么传出来不及的红方赛，他现在是红方，果然恭喜陈启轩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有请创维技工程有限公司粤港乐先生担任本场比赛颁奖嘉宾。再次祝贺陈启轩。搏击战团嘅第二排第二嘅，嚟紧就系我出战嘅比赛，大家唔好走开。吴仁峰香港站，我们全家一起上阵，全力出击，加油！激战相争，2018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香港站，陆云龙、董文飞领衔中国勇士战队，陈氏搏击天团全家上阵，陈启迪、陈启聪、陈启轩三兄弟携手出征。2018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香港站正在播出。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珠海横琴网球中心体育馆迎来武林风新年开篇之战，横琴之巅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珠海站震撼上演，中国队长傅高峰、怒火将军郝光华领衔中国勇士战队，WLF 65公斤级世界金腰带争夺战魔鬼八人战重磅压轴，2019年1月2号横琴之巅看天下谁是英雄，咨询热线17703839。风云15载，群星耀擂台，中国搏击年度顶级盛宴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震撼来袭，历时半年6轮鏖战，搏击世界杯冠军谁人问鼎？江东崔、帕奇特农携手中国队长傅高峰、陆云龙、董文飞、WLF 世界冠军朝九玉贵，激情呈现搏击狂欢夜晚。2019年1月19日，河南卫视武林风现场直播。接下来是我的比赛，很精彩，不要走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国香港湾仔休顿体育馆 W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好，接下来呢是59公斤级的一场比赛，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2016年韩国泰拳协会的�冠军，今年25岁，战绩34胜13负1平。掌声有请于承曼。Please welcome the first runner, Apple Korea,
方选手，香港富德拳馆搏击三兄弟排行第二啊，要登场了啊！职业战绩相当的不俗，2017年 KF1 的世界职业大赛的金腰带拥有者，2014年 WFK 57公斤级金腰带拥有者，2013年两岸四地锦标赛57公斤级的金牌获得者。我们掌声有请中国香港陈启聪。大家好，我是陈家搏击天堂的陈启聪。我是大哥陈启迪。我是大侠吴凯先。我是二弟陈启聪。我是三弟陈启轩。咁我哥哥同我嫂咧，两个都系女拳王啦。中国香港的陈启迪。咁我都好为佢两个骄傲自豪嘅。咁佢都系我哋嘅目标。咁所以呢嚟紧嘅比赛咧，我哋一齐会努力嘅，希望会胜出呢场比赛啦。参加搏击之旅之星，欢迎大家的 record is come up Hong Kong China representing Bulldog Thai Boxing and Fitness Zhou Xin。 场上裁判李耀东，比赛现在开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W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香港站的比赛现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场59公斤级的比赛，对阵的双方分别是在场上身着红色短裤和红色拳套的中国香港选手陈启聪，以及身着黑色短裤带着蓝色拳套的余承凡。这是两位非常有实力的选手，真的是强强对决。余承凡的职业战绩是34胜1平，还未尝败绩。那在2013年拿到了韩国泰拳协会的63公斤级的冠军，2015年和2016年蝉联了冠军，2017年拿到了 Max FC 的12人战冠军。那陈启聪这边呢，有着非常恐怖的职业战绩数据，96战。77胜5次 KO 对手，而且这也是一位年少成名的选手，在2006年就拿到了 IFMA 的泰拳54公斤级的冠军，2007年拿到了哈萨克总统杯54公斤级的金腰带，2007年亚洲室内运动会57公斤这个级别的铜牌，2013年亚洲杯拳王争霸赛的57公斤级的金腰带。所以也一直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竞技体育状态，在2015年还拿到过了世界职业大赛 KF1 的57公斤级的金腰带。本场比赛所使用的规则呢，是香港 KF1 的规则跟 WLF 的规则呢存在一个非常细微的差别，就是 KF1 的规则呢可以用拳脚肘膝等多方位来进行进攻，而在内围尤其是近身时候的袭击呢是可以连续击打对手3下，也就是可以做一个3连击，那么在这之后就要把双方给分开了。而这也是一位非常典型的泰拳手，进入到内围之后又是给顶膝，继续回到比赛。这回合一上来陈启聪打的还是相当的沉稳，那自己多数是处于打防守反击的一个态势，自己的主动进攻并不是太多，尤其是拳法上主动进攻和进攻输出基本上都以扫踢为主。而余承凡这边虽然是客场作战啊，一上来打得相对更加的积极，尤其是在步伐上向前顶的这一步非常的坚决。
基本上在场面上是用步伐压制住了对手。又是一个后手迎击，好的，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在慢镜头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这回合陈启聪虽然主动进攻输出不多，但是在防守反击上做得还不错，给了对手不少的重击。而双方的在中远距离上的中位扫踢和低位扫踢也是互有建树。稍事休息，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好的，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啊，一上来于成凡的目标还是非常的明确，还是要前压给自己的主动进攻啊，爆摔了。对，这样的动作看起来很好，但是其实没有太大实际意义。低扫，哦，又是一个后手接高扫，漂亮，又一个高扫。两个人还是互给扫踢。而这回合一上来，于成凡这边的进攻过程当中出拳也是相对谨慎了很多。我们这场比赛是在中国的香港来打，其实在香港80年代的时候也是人才辈出，我们所熟悉的陈慧敏曾经拿到过2届东南亚擂台的赛的冠军，而周比利也是拿到过1985年 WKA 自由搏击的冠军，这两位后来在影视界都有所建树。而来自富德拳馆的陈启聪，也就是场上比赛的红方选手，富德拳馆的创始人江富德先生在80年代也是华人当中身价最高的职业选手，所以也是为香港的自由搏击界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而陈氏三兄弟也是在整个华人搏击界被我们津津乐道的三兄弟，在今天也同样参加到了我们香港站的比赛。还是在找机会顶膝，又是一个中扫。而今天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两个人在内围基本上一进内围都是抱在了一起，没有给出太多的进攻，但是在中远距离的扫踢上两个人做的都非常的好。又是一个中扫，又是中扫。对，这是两位非常擅长泰拳的选手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过瘾，尤其是在中远距离上的一个对攻战。对，一旦进入到内围，大家可以看到两个人基本上都抱在一起，在内围基本上都不恋战，然后分开之后双方还是要给自己的扫踢在拳的进攻上这一回合少了许多。又是一个高扫，而双方现在都是在非常耐心的去寻找进攻的机会。好的，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双方在是都给对手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大家通过慢镜头应该可以看到几个非常漂亮的扫踢，这是难得一见的顶膝。在短暂的局间休息之后，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在第三回合的比赛。好的，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也是决胜局的比赛了。嗯，这回合双方一上来，哇，内围的拼拳，虽然没有太大的有效进攻，但是一旦进入到内围之后啊，双方还是应该都拿出来一些像顶膝或者说击腹这样的进攻来给对手造成一定的有效打击。这回合还是一上来出拳比较少一些，其实现在很多的泰拳手都是在遵循一个
对角线法则的技术，就是会用自己的前手拳开路，然后接自己的后腿的扫踢，或者用自己的前腿扫踢接后手拳。而今天场上两位陈启聪和于承凡两个人似乎是杠上了，有一个推人的动作，裁判也是给了一个口头的警告。基本上你的腿比我狠，那我的腿要比你的腿更凶更凌厉，所以在拳法上的进攻相对少了一些，但是这样在腿法上的对攻战看起来也着实非常的过瘾。截腿低扫，好的，但是这个低扫有一个往前主动去推对手的动作。这会儿开始拼拳了，对，互给中扫，对，刚后手打到，又是低扫，双方打到现在，在刚才的这一波进攻小高潮当中，拳和腿的组合也打的是相当漂亮。又是给中扫，有一个，所以这场比赛双方的腿啊真的是打得有声有色。又一个中扫，对方回一个没打到，好，进入到内围，双方分开，两个人也是达到了相当的默契啊，基本上一到了内围之后就会尽快的相当于主动分开了，的确并没有太多的想要在内围做出什么样的进攻，给了一个顶膝这样的动作，第三回合也不多见。好的，裁判又要将双方分开，双方平拳进入到内围给顶膝，陈启聪压上去两步把对手顶在绳圈边，最后几秒钟了，有一个击倒了。在第三回合比赛的最后时间给出了一个击倒，我们看裁判要不要给一个读秒，并没有给读秒，好的，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结束。那这回合双方还是在中位和低位的扫踢上都给了对手不小的麻烦，通过慢镜头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双方似乎是杠上了，就是你给我一个中扫我一定要还你一个中扫，一个长人拳。而这回合虽然没有给予读秒，但是陈启聪还是给了蓝方选手于承凡一个击倒，就是这一下。稍事休息一下，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本场比赛的最终成绩。现在比赛结果，这场比赛三位裁判的判决是一致的，3-0是红方胜。恭喜红方选手陈启聪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有请路德国际搏击联盟赛事策划人林成明先生以及河南卫视武林风制片人宋导演于磊先生担任本场比赛颁奖嘉宾。
因为心态不太好，所以慢一点慢一点，第一第三的就放针了。是什么原因让你刚开始心态没有调整好？因为我就觉得今天的状态不好，可能睡得不好，所以有点累，但是没有关系，拼针就可以了。谢谢武林风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打了很多的武林风的比赛都知道了，所以谢谢武林风。对，很多香港的人都知道武林风是什么一个比赛的 number one 在中国。对，武林风让你们的名气越来越大。对，因为这个比赛是全国的转播，可以把我的名字，我们服了全国的名字提高了很多了，很多人也知道我们的名字。大家好，我是胡正，这里是香港浅水湾，接下来我会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看我表演。激战湘江，2018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香港站，陈氏搏击天团全家上阵，大哥陈启迪实力担当，捍卫金腰带得主荣光。香港女拳王大嫂胡凯欣杀入四人战，永争 WYYF 48公斤级首条洲际女子金腰带。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香港站，2019年12月29日，精彩继续。大家好，我是董云飞，这里是香港浅水湾。接下来是我的比赛，很精彩，不要走开。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珠海横琴网球中心体育馆迎来武林风新年开篇之战，横琴之巅，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珠海站震撼上演。中国队长傅高峰，怒火将军郝光华领衔中国勇士战队 ，WIYF 65公斤级世界金腰带争夺战魔鬼八人战重磅压轴，2019年1月2号，横琴之巅看天下，谁是英雄？咨询热线17703839。风云十五载，群星耀擂台。中国搏击年度顶级盛宴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震撼来袭，历时半年6轮鏖战，搏击世界杯冠军谁人问鼎？江东崔、帕奇特农携手中国队长傅高峰、入云龙董文飞、WLF 世界冠军招九玉贵，激情呈现搏击狂欢夜晚。2019年1月19日，河南卫视武林风现场直播。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国香港湾仔休顿体育馆 W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65公斤级的比赛，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搏击王国荷兰，一位天才选手啊。他最大的特长呢是帮人剪头发，一会儿看看他的发型怎么样啊。战绩8胜2负，2次 KO 对手，身高是1米69，今年20岁的一位年轻人。我们掌声有请来自荷兰的卡巴。红方选手来自重庆白沙搏击俱乐部，事物的发展都是螺旋式上升的，年轻人的成长也不例外，在擂台上打了3场，输了1场。好，我们看看今天他在擂台上的表现会是怎样。来，我们掌声有请中国胡正。
涛，比赛现在开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W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香港站的比赛现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场65公斤级的比赛，对阵的双方分别是来自中国的胡正，在场上戴着红色拳套，他的对手是来自搏击王国荷兰的20岁小将卡法，在擂台上身着黑色短裤，戴着蓝色拳套。卡法是一位在这两年涌现出来的超级新星，之前拿到过了10战8胜2 KO 的战绩，在武林风的擂台上曾经战胜过郑科，之前在 W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天津站的比赛当中，他对战秦金旭，让我们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飞膝和重击，不知道今天的这场比赛能不能看到。那一上来卡法的进攻还是打得有声有色，而且在拳台上的步伐移动做得相当好。好，马涛老师将双方分开，这是一位典型的拳击手出身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拳法打得非常的力气，就是上有击头下有击腹，而且自己在平勾和上勾，包括自己的前刺和后手重击上做的都是非常的稳健。刚才又是一个前手接后手，前手接击腹，又接一个高扫，的确这是一个技战术非常全面的运动员。啊，那位顶膝了，而胡正这边在这回合一定要把自己的防守端做得稳固一些，手一定要拿高，不然的话很容易遭到对手的重击。前刺，这就是卡法的特点啊，前手刺拳，然后马上就会接到自己后手的轮摆，然后直接上勾或者击腹就来了。拳法尤其是对于对手上肢的打击相当的立体，而这也是一个有拳有腿的选手。之前的比赛他的飞膝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又是一个中扫，应该是不小心滑倒了，比赛还有10秒钟就要结束。连续的低扫，哦，小心，不可以打后脑。好的，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一回合，胡正从比赛节奏和场面上来讲，是陷入到了卡法的进攻节奏当中，而且相对被动一些，自己的进攻和特点以及自己的擅长打法都没有打出来，反而看卡法这边在进攻端做的还是不错。尤其是自己进攻的立体性还是非常的好，又是这样的连续击打之后的击腹，在短暂的局间休息之后，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好的，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场上的红方选手胡正之前曾经80秒 TKO 过来自乌克兰的瓦列尔，让我们一下子记住了这个年轻人。哦，卡法连续的击打之后给了一个飞膝，又把对手逼在了篮角，连续的出拳很重，顶膝。对，这就是卡法的特色，第一拳非常的快，而且进攻也相对更加立体一些。个人觉得比赛打到现在，尤其是第一回合，胡正并没有打出自己的特色，
因为号称西楚小霸王的他其实是一位非常善于打进攻的选手，而今天不知道为何可能有些紧张吧，反而打起了防守反击。因为之前在2018年全新一代重庆站的比赛当中，他也 KO 过对手，而且他的首秀也曾经三次击倒了福兹科夫，所以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胡正应该打得再自信一些。而对于比赛的解读和掌控方面啊，胡正接下来应该通过自己的主动进攻，尽量让比赛陷入到自己熟悉的节奏当中，而不是被卡法带着走。好的，对自己的进攻输出要多打一打，给对手制造一些压力，因为比赛打到现在，卡法的进攻尤其是自己的拳的确打得有点太随意了。而现在胡正能够做的就是向前去用步伐压制对手，而卡法是很快的就会向胡策的一边绕，绕出对手的压制。如果仅有步伐上的压制，没有拳或者腿进攻上的压制把对手压死的话，这样的压制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对，好的，对，进入到内围之后啊，胡正不能挨着对手的进攻进内围，这样的话就太过于被动了。卡法前次接后手非常的稳，而且出拳击打的点也很准。其实欧洲很多的运动员都是像卡法这样有着非常扎实的拳击技术，而且出拳相当的准确。豪腾和胡正在进攻端的输出上有了不小的起色，但是相较对手来讲，自己的进攻输出还是不够。就是这一轮进攻的小高潮，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卡法在自己的拳法上真是相当的精准，而且对于空当和比赛当中尤其是进攻当中对手漏洞的把握要比胡正做得好。短暂休息之后，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Check it out.好的，双方第三回合比赛开始。如果胡正想要拿下这回合或者说这场比赛的胜利，自己的进攻输出就要再多一些，不能够持续的打防守反击，在进攻上一定要能够压制住对手。我连续的顶膝，场裁马涛老师也是警告了一下蓝方选手卡法，这样孤劲的顶膝只能做一次，不能做连击，这是我们规则锁定。啊，又是自己的前次接击斧，的确卡法的这个拳呢、啊、太准了。不得不让人佩服。其实在自由搏击领域，欧洲的很多选手都是拳击手出身，大家可以看一看。其实如果按照细腻的技术来讲，卡法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自己上肢摇闪的技术用的不多，但是也躲掉了胡正很多的进攻，这就是欧洲很多自由搏击选手的特点。又是一个顶膝，就是他们在拳和腿的结合上，这样的 X 线的攻击做得非常的好。而我们中国的自由搏击运动员很多是散打系出身，很多时候在自己的组合进攻上做得并不好，多以重击为主。遇到这样欧洲出来的运动员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打透对手，或者说打出空当来，这应该是一个无意识的击裆动作。看卡法这边啊，应该问题不大，按照比赛规则他最多有5分钟的时间可以调整休息。卡
卡法这边做了几次深呼吸来调整一下，应该是问题不大，可以很快回到比赛当中。果然双方比赛继续。哦，又是一个后手。对，我们中国的很多这种运动员都是想要以防守进入到对手的内围找机会给重击，而遇到了像卡法这样的欧洲选手，拳打得非常的准，那很多时候你其实是不容易打入到他的内围的，或者说找不到给重击的空当。在步伐压制以后，自己的拳要抓紧时间跟上，后手接中扫顶膝，都是连续的击腹先上钩，又是一个后手的摆拳。还有一个跳踢前刺，好的，黄凯队后手打到。还有最后的十秒钟，这回合就要结束了。好的，双方三个回合比赛结束，这场比赛的确让我们领略到了来自卡法在进攻技术上的全面，基本上在三回合的比赛当中都以自己凌厉的进攻压制住了胡正，而胡正这边进攻的有效性和自己的重击基本上没有打出自己的特点，所以比赛也陷入到了卡法所熟悉的节奏当中。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这场比赛三位裁判的判决是一致的，3-0是南方胜。恭喜南方选手卡法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卡法，本场比赛将邀请 BNI Alex Schaffer 担任本场比赛的颁奖嘉宾。再次祝贺卡法。No, he's not stronger. He has good power, but not too much power. I can take it all. Not a problem. 就刚开始打的时候，我想就是试一下他的力量，看有多重。然后第一局打了一半，然后感受到拳的腿力量还不错，然后能扛住。打到第二局，我想及时的反击，但是胳膊太僵了，感觉我一打出来被他反击了，然后让他打穿了我一点的防守，然后这场比赛输在了我的反应，就是速度太慢了，然后步伐不够灵活。大家好，我是董云飞，这里是香港潜水湾，接下来是我的比赛，很精彩，不要走开。激战湘江，2018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香港站，陈氏搏击天团全家上阵，大哥陈启迪实力担当，捍卫金腰带得主荣光。香港女拳王大嫂胡凯欣杀入四人战，永争 WYYF 48公斤级首条洲际女子金腰带。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香港站，2019年12月29日，精彩继续。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珠海横琴网球中心体育馆迎来武林风新年开篇之战，横琴之巅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珠海站震撼上演。中国队长傅高峰，怒火将军郝光华领衔中国勇士战队 WYYF 65公斤级世界金腰带争夺战魔鬼八人战重磅压轴，2019年1月2号，横琴之巅看天下谁是英雄。咨询热线17703839339。
风云十五载，群星耀擂台，中国搏击年度顶级盛宴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震撼来袭，历时半年六轮鏖战，搏击世界杯冠军谁人问鼎？江东崔、帕奇特龙携手中国队长傅高峰、入云龙董文飞、WLF 世界冠军招九玉贵，激情呈现搏击狂欢夜晚。2019年1月19日，河南卫视《武林风》现场直播。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国香港湾仔休顿体育馆 W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好，接下来的这场71公斤级的比赛，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今年30岁，身高1米78，来自战斗的民族，2013、2014俄罗斯泰拳的冠军，2015年 IFMA 泰拳赛的冠军。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俄罗斯的卢斯林。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come from Russia, Rosnow. 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电视机前很多的朋友们都在期待 WLF 75公斤级洲际金腰带的拥有者，2011年全国散打锦标赛70公斤级的冠军。今天王者归来，在武林风的擂台上已经取得了2连胜，上演了老兵新传的故事。当然，我们所有人都在期待着他一步一步重回巅峰状态。今天他代表相城浩爽搏击俱乐部，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入云龙董文飞。大家好，我是董文飞，这里是香港太平山顶，虽然不是最高点，但是一样可以俯瞰整个香港，就像人生一样，你走得越高，过去的我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成绩。别人都说高处不胜寒，如今的我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因为有太多的拳迷期待着我重回巅峰。往上的路会越走越险，但是我会努力。当年的董文飞回来了。场上裁判马涛，比赛现在开始。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W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香港站的比赛现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场71公斤级的对决，场上的双方分别是穿着蓝色短裤戴着红色拳套的来自中国的陆云龙董文飞，以及戴着蓝色拳套来自俄罗斯的陆斯林，今年30岁，身高是178公分。董文飞我们对他都非常的熟悉了，之前曾经是 WLF 75公斤级的洲际金腰带的拥有者，而经过了2015年的腰伤之后，他也是王者归来。那通过之前的前两场比赛看来，恢复的状况还不错，这场比赛希望董文飞能够打出一个好的成绩。好，刚才给了一个低扫正蹬接腿之后，对手并没有选择进攻。而他的对手来自俄罗斯的陆斯林，也算是一位悍将，职业战绩是57战，
74胜13次 KO 对手，拿到过 K1 俄罗斯站的冠军，而且是 IFMA 俄罗斯泰拳的冠军，所以这场比赛应该会非常的好看，很精彩。一个击腹高扫，又是一个击腹，对比赛打到现在，董文飞在步伐上控制得很好，而且在距离上也控制得不错，并没有给对手太多在内围攻击的机会。董文飞大家非常熟悉，他在2012年的时候入选过武术散打国家队，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散打系的运动员，在2001年拿到了全国散打锦标赛70公斤级的冠军，在我们武林风的擂台上也有过很好的战绩，所以很多拳迷对他也是念念不忘啊。前次还是在找机会，对对手的攻击也非常的立体，两拳接一腿，哦，一个重击，刚才是董文飞直接的一个迎击，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马涛老师应该会给穆斯林一个读秒啊，比赛已经结束了。这个马涛老师在确认了一下蓝方选手来自俄罗斯的穆斯林没有能力再完成比赛，我们看一下慢镜头慢放之后的迎击，就是这拳，非常漂亮的一个前手的摆拳，直接将对手击倒。场裁马涛老师在确认对手无法继续比赛之后宣布比赛结束，在这儿也要恭喜一下来自中国的红方选手陆云龙董文飞，在这场比赛获得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胜利。谢谢比赛结果，获胜的是红方董文飞。好的，在这儿我们也要再一次恭喜董文飞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裁判员黄正航先生，以及我就是我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恩琪先生，担任本场比赛的颁奖嘉宾。再次祝贺董文飞，感谢颁奖嘉宾。没有固定的招式，也没有最厉害的招式，见招拆招，怎么克制它才是最厉害的？我觉得。你要达到另外一个境界。对对对，就是对，就是不是说你每一招很厉害，我就每一场都这样用，因为这是千变万化的嘛，随机应变，无招胜有招，见招拆招最厉害。一般每次打比赛，有两种时候心情是最放松的。第一种是在称体重的时候，因为你称完体重就可以吃饭了啊，身体就会恢复一下，放松一下。第二次放松也是最值得高兴，就是当比赛获得胜利的时候，对这个心情就是很放松。到今天的比赛，你的状态是不是完全回来了？还没有，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回来，还需多努力，多提升自己，打出精彩的比赛。对，这次比赛取得胜利，我也非常高兴。啊，不光我高兴，还有从远道从老家来的，这是我的母亲。我没有想到你会来，因为一般这个最亲的人打比赛，很少在现场去看，那种刺激的心情。对对对，刚出场的时候我也想掉泪。很紧张，很激动。妈妈很久没有看到文飞的这种状态。对对，好久了，对对，对对，这次恢复的蛮好的，他 KO 了对手那一刻，你是什么心情？我流泪了，对，看得出来这么长时间努力也得到了回报，所以也替我高兴。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珠海横琴网球中心体育馆迎来武林风新年开篇之战。横琴之巅，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珠海站震撼上演，中国队长傅高峰、怒火将军郝光华领衔中国勇士战队 WIYF 65公斤级世界金腰带争夺战魔鬼八人战重磅压轴，
2019年1月2号，横琴之巅，看天下谁是英雄。咨询热线17703839。风云十五载，群星耀擂台。中国搏击年度顶级盛宴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震撼来袭，历时半年六轮鏖战，搏击世界杯冠军谁人问鼎？江东崔、帕奇特农携手中国队长傅高峰、入云龙董文飞、WLF 世界冠军赵九玉贵，激情呈现搏击狂欢夜晚。2019年1月19日，河南卫视武林风现场直播。云十五载，群星耀擂台。中国搏击年度顶级盛宴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震撼来袭，历时半年六轮鏖战，搏击世界杯冠军谁人问鼎？江东崔、帕奇特农携手中国队长傅高峰、入云龙董文飞、WLF 世界冠军赵九玉贵，激情呈现搏击狂欢夜晚。2019年1月19日，河南卫视武林风现场直播。激战湘江，2018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香港站，陈氏搏击天团全家上阵，大哥陈启迪实力担当，捍卫金腰带得主荣光。香港女拳王大嫂胡凯欣杀入四人战，永争 WLF 48公斤级首条洲际女子金腰带。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香港站，2019年12月29日，精彩继续。